对，对，我的我和的让我轻度、中度、重度，您觉得是全聋的囡仔算极重的全聋？不会后悔啦，只是说怎么会生是天葬的孩子，就是因为都没有遇到这种事情。阿公明有一个写用笔单写我看，爸爸妈妈怎么要给我生天葬的小孩呢？我听到足艰苦。爸爸炮。老师说你听障，你听不到，你学不到东西，你要让别人不要欺负你孩子，你就不要把你的孩子放他出来。那时候有难过差不多一个礼拜，晚上的时候真的。啊，教人不爱心，正常的囡仔该歹教教袂开啊，高低左右袂样啊。如果是一个全聋的囡仔，要听要听学。他不管到哪里回家，他的东西放着，他就到外面再玩车哩。三个月后，如果每一次的屏东的县长杯车轮比赛，恁来参加，得到第三名啊。啊，过来隔年呀，每一年县长杯的成比赛拢名得的。哇，百岁，五十二，百二，五十二。通常在帮他设计一套表演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把音乐放得很大声，让他先去感觉一下那个音乐的震动。他从震动里面，他去抓到那个节奏的拍子之后，他在配乐的时候，其实他就很自然就会跟着那个震动的拍子去走。三二，我的，三五，我的，三二。